他的挑战就是要从在这边投篮进去里面。等那个雷劈他。烧焦。OK， 好，来，挑战第一粒。挑战者，请进。想问你去哪里？这边。他就是我们的挑战者。OK， 他今天就要站在上面那个地方。就让我爸爸来解释。上去。上。素兰拿电话来了，爬上篮球架上面，爬上篮球架上面，等下整个断掉你就负责。断掉了，我直接丢下来死掉了。他的挑战就是要从在这边投篮进去里面。我还没有想到，要投篮进去里面啊！好，不进五粒不能回家。没有，如果一粒都不有，一粒就够了喽。还要进，进啊！如果进的话，今晚他不用回。叫你敢看在这里哦，老。在上面，好 ，OK， 然后等那个雷劈他。OK， 好，来挑战第一粒，第一粒，你接到没有啊？喂，哎，我刚刚是接到哎。我觉得这个影片应该会很长。我玩你啊？我觉得这个影片应该会很长。应该会很长。不要跟我讲第一粒就是这个，我这个影片不够上啊。可以上啊，对不对？不要丢太远。本来呢，其实我还想到要拍这啊。OK， 本来呢，其实我还想到是要，就是，哎呦，我差一点就不用上影片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OK。其实我本来是想到我爸爸要投进球他才可以下来，没有想到是这样子啊，随便啦。有休息时间了吗？没有。你休息你就不用回家了。刚才他已经丢很多力了。是呗？这样对他来讲不是很不公平。我还不想要他这个。不要丢，我不要丢下，让休息一下。下脚人。哇，直接抖到我牙齿很痛啊！哎呦！这个抖啊！不要！如果你们要投篮的话，那我就下来。小王，不要欺负我，抖到我掉下来，我就死掉了。不要，你爸爸有爸爸可以救你。No， 你不可以下，你往上去这样子。过来，来，来。等一下。他到现在还是不想要。因为我脚这样的夹子很痛，现在终于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我脚休息了。不要丢我脚没有。
在你要我怎样？他是不是摇到了？对。Okay. 你等他，等他。我想打球耶。有这种种子都不要叫你来。他国亨也是有看到哎。哎。OK 好了，马丁。来，狗狗。喂，你会丢吗？轻轻，轻轻，轻轻啊，对准他的手。你丢，我不放心，我不放心。拿了我不放心，丢丢。我的手比人家还要稳。可以，帅了。帅了。哎，是你自己不记哦。哎呦。手拿开点。我刚刚手都这样子丢，我刚刚放开。来。Yes. 开玩笑。如果真的是不行的话，等下还要开的 next day。快点啊你！静瑶。啊！好像没得呢。对准那个篮，我现在看好那个篮先。中间线，中间线。哈哈哈！别人看住就好了。会排血的。多看看我的影片，快点。哎呀！没有啦，够了啦，累了啦。我今天很辛苦哎。OK 啦，这就是到我做挑战。